您相信吗？光鲜亮丽的水果竟会危害您的健康？哇，妈呀，这太夸张了吧！食用级的辣跟工业级的辣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而工业辣更多是石油类加工品，这能吃死人吧？水洗、手搓、去皮，何种方法可以去掉脑门的苹果辣？要用流动的水多洗一洗。哈哈，刘帅，这个应该是天然的果辣了，不分辣不分辣，现在融出融出了啊！馒头染色、重金属中毒、日常食用的何种食物再惹祸？和这个一块蒸的这个馒头变绿了，他们刚才可是直接把它吃了。老师，我还警告，如果那里真有，你告诉我没有。如何巧妙挑海带？小工具就能帮您辨真伪。如果说海带被染色的话，那更多的使用是硫酸铜。但是大家仔细看这一根，是个非常的明显，对不对？同样部位的牛肉烹饪后，竟有如此大的区别。好皮筋儿，好嫩哦！各种妙招轻松让牛肉变得软嫩可口。什么呀？这什么呀？麻的，因为这个含大量丰富的蛋白酶。本期《幸福词典》精彩马上呈现。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幸福词典》，有请主持人一同希瑞。大家好，生活无限，幸福词典。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吉林卫视《幸福词典》，我是雨桐。我是徐瑞，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您最近被什么问题所困扰，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赶紧通过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或者是官方微信的方式提出你的问题，只要你的问题一经我们的采纳，就会获得100积分。对，累积到一定程度呢，在哪儿呢？我们可以把邦邦大礼包送给您。我真的要给大家送点健康食品。为什么呢？其实进入一月份，我们会发现节日特别多嘛，春节也要到了，大家录节目这么辛苦，我们总要有些福利嘛。这么贴心呢！哇！哇！哎！哇！哎！这一看好贵的那种。怎么样啊？看我们节目组多么下血本啊！太客气了，瑞瑞。哎呀，太香了，超级贵，这大对。你们来挑啊！我要给你们啊！我先来一个。咱们俩占这个。我要这个。嗯，好，都拿走了是吗？挑好了，这么香啊！请回位子啊！你们这个苹果上仔细看一下，是有一个数字的，哎对啊、代表你们挑选的。哎，说一说挑选的理由吗？我是没有吃过这种来自于 America 的这种大洋苹果，所以刚才挑的时候，我一看就觉得没吃过的东西，平时太贵了。今天节目组有，那赶快拿一个。咱们仨是属于一类，是吧？贵洋气。来亮亮，你这挑了一个啥？你们那个没我们这好吃，我们这个一般就歪瓜裂枣比较甜。而且我这不仅是歪瓜裂枣，你看我这表皮都这好暗淡。但是我这还比较亮。我想说句实话，节目组以后可不可以多挣点蛇果？蛇果，我一去就剩它，不选它就没得吃了。可以吃吗？当然不可以。啊。这个是白雪公主的苹果，吃下去之后发生什么我就不负责了。啊妈呀，会有王子出现吗？不是，雨桐姐你学坏了。因为送给大家这个苹果啊是有讲究的，它跟我们一位观众啊提出来的问题啊是有关的。听说现在很多食物都被化妆了，有的是颜色，有的是味道，难道真的是这样吗？那这些食物对身体会有什么伤害呢？生活中有哪些食物是被化妆了的？我们该怎么去识别呢？化妆啊，听说过。你看我这个就没化妆啊，你都咬了，这么丑肯定。谁把化妆成这样？不是这么一说，不是，不过我们这个卸了妆跟他那长一样吧？不是，我关键觉得苹果化妆呢，没必要化妆啊。哎，我觉得那个刘帅啊，你那苹果那么漂亮，你知道吗？就跟现在有的女孩的化了妆能看，和卸了妆就不能。你在说谁呢，旭旭？哎呦，不是我，不是你。这朋友这么一提这些问题吧，我心里有点发毛了。为什么要化妆？我这苹果，你是晾它的贼亮贼亮的。哎，你一说好像是啊，像一个水晶的一样。我一直以为它就是。哎，你们见过那种就是塑料的水果吗？对对对对对，就远看特别像。对，我以为进口的都这样。可这个它是拿什么化的呢？看来大家对于这个水果化妆的事儿都不太了解。是。今天我们请到一位专家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水果到底为什么会化妆，化妆会有什么问题？好，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二级工作营养师樊荣辉，有请。掌声。老师你好，大家好。樊荣辉，国家二级工作营养师，国家高级烹调师。水果化妆那个问题，化妆现在存在这个现象吗？确实存在啊。咱们所说这个水果化妆，就像女士美容一样啊，也起到了一个美容的效果啊。但是说。
现在很多水果它的化妆就是打蜡。您看看他们手里这有编号这几个啊，您觉得谁的是化了妆的呢？如果我这个打蜡了，老师请你告诉我没有。味道怎么样？他已经打了，挺甜的。来，那您看看我这个谁的水果是化了妆的，我们有这个提前做好，咱们可以看一下啊。我看帮帮团的，我是5号。五号挺甜的。4号。8号。6号。双号的有可能是打了蜡的，化了妆的。化了妆的，来，各位双号的请举手。我双号。中奖了是吧？恭喜你。哎哎，来看我这儿剩下1和3，我这儿都是没事的，这两个都是我的了。你不是打蜡就不好吗？问一下，就是他会不会屡次充好呢？确实有这种现象存在啊，不光是咱们所说的苹果，其他的比如说橙子呀、橘子呀、梨呀，我是因为它卖相就不好了，不新鲜了啊，我进行一个打蜡美容。妆化得越好，是不是我感觉到越新鲜？另外一个目的，也许是很多的商家是比较喜欢的，可老百姓就不喜欢了，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增重效果。打蜡增重效果，对啊，这个进口水果很贵吧？对呀，如果打蜡的蜡层稍微高多一点的话，是不是我的赚的利润更高一些？哎呀。这是一点吗？真黑。我有个问题啊，就如果这个蜡我们带皮吃掉它了会怎样呢？市场上光鲜亮丽的水果惹人喜爱，价格自然也相对贵一些，但是这些漂亮的水果的背后却存在着打蜡的危险。如果吃到了打蜡水果，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危害呢？我们又该如何去分辨打蜡水果呢？现场实验一下，看看这个水果上它的化妆的这个蜡到底有多少。哎，这刚才有一个美女说了，可能越漂亮的水果，这个肯定有吗？这个没有。咱找一个不是特别漂亮的水果有没有？我觉得楚楚那个不像。我觉得楚楚那4号也看着像那么有辣的回事啊。我觉得他这个像没有的，就跟你这个对比一下。哦，拿过来近看。拿过来近看还是似乎亮一些。咱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实验。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苹果美容手术，苹果卸妆手术。咱们在上面刮一下。哦哟。哇，妈呀，这么多，这太夸张了吧。哇，他那真的那整个苹果能够加重2两吧得。这太吓人了。他弄得这么厚啊。这哪是买苹果，这不买蜡的吗？买蜡烛是吧？哪天家里面突然没电了，我们拿一个苹果。哎呀。这个蜡跟我们太吓人了，那个点的那个蜡烛那个蜡差不多吗？是一样的，是一种蜡吗？差的蜡。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咱看到了这个苹果，咱刮下了一些白丝线，咱们现在还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蜡。看到了。接下来咱们拿一个试管，咱把这个削下来白色粉末啊，咱们放在一个试管里边。咱们待会儿加热。如果我们加热之后，蜡融化吗？蜡，如果融化了啊，对，如果融化了，并且呢，慢慢的遇冷之后，哎，已经化了，看到了吗？化了，化了还不能说明它是蜡是吧？对，咱们看看它遇冷之后会不会凝结，再次凝结，是不是？咱们在这转一下，这一圈明显的已经凝固了，好明显啊！哎，果然是蜡。一颗小小的苹果竟然能刮出这么多的蜡，那么这些蜡在保护水果的同时，是否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呢？其实打蜡并不是说不好啊，因为打蜡有很多的目的，第一就是一个保护，对，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包裹作用，保鲜，使得水分能够减少它，保存的时间长一些，更时间更长一些，是，水分少了流失了，营养成分损失就少了。第三点的保护，包裹一层蜡之后呢，这种东西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膜的作用，如果简单的轻轻的磕磕碰碰，不会影响到表皮的破损。我们所说并不是说水果不允许打蜡，国家是允许进行水果打蜡的，比如说苹果啊，橙子呀，橘子呀，梨呀，重要的在于打蜡的原料是否是健康安全。哎呦，我们所说健康安全的蜡是什么蜡？食用蜡。食用蜡是一种虫子分泌的东西进行了一个加工之后，咱们进行一个包裹，这咱们说是食用蜡。打蜡不仅可以起到保护水果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减少果肉水分的流失。而食用蜡一般是天然的动植物的分泌物，产自于生物体本身，其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
脂类和有机酸等，人体摄入后不会对健康产生危害，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放心食用的。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是允许给新鲜水果表面打蜡，但必须是食用级别的蜡。但一些不法商贩为了谋取暴利，使用了工业蜡。食用工业蜡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水果表皮的蜡该如何去除呢？如果您在家里这个时候也在拿自己家的苹果来试，就来看一下，我们拿这个小刀刮起来，这种薄薄的，就是有一点不是像蜡的那种固体，是碎碎的这种白沫，细腻的这种粉末啊，这是果蜡，果蜡它天然自然分泌的，对，而它不会像刚才那种，咱们刮下来是比较厚的。那可能是人工的进行一个添加的，进行一个打蜡，所以不要担心，我们洗那种真正加工过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的帮帮团的两位成员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啊，来清洗果皮上的这个蜡了。刘胜先说你的办法。我的办法很简单，因为我们市面上有这种专业的洗涤灵或者果蔬灵嘛，是上面就写了瓜果蔬菜上面的一些残留的农药啊，或者一些别的杂质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咱们要把苹果上面的东西洗掉，他现在用一个东西去洗这个苹果，然后他这个要洗不干净，咱把这也吃进去。对啊，化学的嘛。来，清洗果蜡大赛正式开始。好，我帮你倒流水是吧？我也是觉得啊，如果说这个先不说那个刘顺这个能不能把这个蜡洗下去啊，这个洗涤灵这种东西你洗不干净在上面对人体也有害、啊、对呀、啊、化学产品嘛，我还是觉得大力出奇迹、大力出奇迹。刘顺这个好像看着水质已经开始有点变浑了啊，有点。在家的话如果用了洗涤灵一定要注意要用流动的水多洗一洗。好，那接下来请两位选手把这个已经洗干净的苹果互相交换。那我不对啊，我不认可他的这个方法的。我也不认可你那个方法。这还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这样，我们现场来检验一下，好不好？还有你检验刘胜的，因为让你们互相吃啊。你这纸都没有洗掉，没有，那洗掉了就分不清了。但老师，我说实在的，就看目测，就是目他这个刘胜这个不如以前好看了。包括颜色也，那个汗纹洗的那个还是油亮亮的。哎呀，雨桐姐，你录完节目回家用洗涤灵洗一下，你看你妆掉不掉？是不是？我们先让汗纹来刮一下啊，看看刘胜的这个还剩的有蜡。刘胜。刘胜，还是有蜡存在的，刘胜，这个应该是天然的果蜡了，我觉得。不是、啊，哇，来，刘胜，你来给检查一下汗纹的这个。我那肯定没有，我死老拉筋搓。那这是什么呀？汗纹？他俩都一样，用洗涤灵和用手搓都是臭的。这两种方法都不怎么样，所以我有一个别的方法啊，我用刚才老师不是做那实验吗？把这蜡一热，它不就变成液体了吗？我现在就用热水洗它，让那个蜡遇热以后，它不就化了吗？活学活用啊！我试一下，我有一办法。我觉得这个热水啊，还不能够达到完全把这个蜡清理掉，我觉得还得用盐搓来杀一下。盐搓。清水和洗洁灵清洗打蜡水果都以失败而告终，那么李亮用盐熏熏用热水再次来清洗苹果表皮的蜡，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效果吗？让我们继续第二轮的比拼吧。亮亮跟熏熏要用他们的办法来试一下了啊。对，我这个我是经常在厨房的嘛，所以我需要盐。这边是用热水。我比较相信熏熏的方法。熏熏打算用多少度的热水啊？大概我觉得起码要40-50度吧。热一点吗？对，40-50度、60度，你起码你要觉得烫，因为辣它要融嘛，所以它要融，所以一定要那个温度一定要高一点，但是也别把水果烫坏了。好，来，亮亮用了一个腌肉的办法，拿盐搓，但是我真的感觉熏熏这个洗下来一些。看雨桐姐，你看是不是有一点白色的？有些白色的小颗粒下来了。亮亮这个我觉得目前看不妙。我觉得我怎么往上倒水的水它还是这样的。对啊。你看熏熏这个上面真的好多小白的溶出粒。我觉得不错哦，不错哦。老师，你看是不是？熏熏，你那个苹果都熟了，部分蜡溶出了已经。部分蜡融出了，已经融出了啊！你这不行，你这亮亮这个已经完全不行，亮亮这个完全不靠谱啊！还是有比较多的蜡在上面。哇，李亮，你自己检测吧。刮刮我这个，亮亮是蜡。不行，亮亮这个方法肯定不行。亮亮已经丢盔卸甲了啊！不用给我验证了，来，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熏熏的这个办法到底行不行。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哎，没什么东西了。耶、yeah, 胜出没有什么小只哇非常小的感觉有点洗下这种智商的女子哎，因为我们都知道辣的熔点很低，相对是57度到63度之间，所以我们选用那个水，如果是高于这个蜡质的熔点的话，比如说我们是70度左右，它会很快就化掉。但是有一点就是，刚看到了，咱们浸泡很长时间，高温的水浸泡时间过长的话，对于这苹果的很多营养成分会造成一个破坏。对，这个颜色明显变暗了。很遗憾，清水、洗涤灵、盐来清洗打蜡水果全部都失败。而用温水浸泡打蜡水果效果还是不错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温水容易破坏水果表皮的营养成分。如果我们平常吃的那么多的水果都没有去把这个蜡清除干净的话，都吃到肚子里的话，这些蜡吃到肚子里如果又不是食用蜡会怎样？危害相当的大。哇，为什么说危害相当大？食用级的蜡跟工业级的蜡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一种是小昆虫那个分泌的蜡质，食用蜡我们可以代替掉的而工业蜡更多是石油的一种加工品它其中不光是一种蜡质天然的一种物质的存在还有很多的重金属的残留是不是？对，我想问一下，重金属谁知道有哪些？砷、铅、汞、砷。很幸运，刚才说的这几个重金属工业蜡里都会存在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吃到的是工业级的蜡进行了打抛光打磨之后的苹果的话咱们吃到了更多的就是一个重金属。工业蜡含有汞、铅、砷等成分，如果渗透到果肉中，经常食用的人记忆力和免疫功能都会下降，更严重的还会出现贫血等状况。那要一旦就买了进口水果上面看到有蜡了，我们怎么办？那也不能不吃啊。我觉得洗也洗不干净。刚才我们说了几个方法了，比如说热水的就不太好，不太好。其实这种方法可以改良一下。怎么改良啊？改良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苹果有苹果瓣吧，我们可以瞪着的时候水温控制在70度左右浇淋的形式淋上去10秒钟左右就可以。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必须削皮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一个防范的方法。大家可以选择用70度的热水来浇淋水果的表皮，这样可以溶出水果表面的蜡。而另一种简单方便的方法就是削皮来吃了。苹果我们今天见识到了打蜡，并且打得还挺厚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我们很常见的一种食物当中也被化过妆的。留意到的一个案例，有一位高先生去农贸市场买这个凉拌的海带丝，这是很通常的一个凉菜。买回家之后呢，他就把它加热了，然后蒸出来之后发现和这个海带丝一块蒸的这个馒头变绿了。对啊，成了绿豆馒头。对啊，所以是那个海带掉颜色，把馒头染绿了，把它吓坏了。哎呦，所以那我问问帮帮团的成员吧，你们平时怎么挑海带？海带的颜色一定要自然，你要知道我们买的不是鲜海带，都是那种干了以后发出来的嘛，对吧？所以应该是有点发黄咖啡色那种是最正常的。我觉得应该是翠绿翠绿的，完了闻闻还有那个咸味儿，甜点还咸的。对，不可能买翠绿的。所以说到这个海带的这个挑选真的学问挺多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现场还是跟大家来演示一下到底如何挑选海带。市场上出售的海带颜色多种多样，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购买安全放心的海带呢？看着现场给大家准备了几种市场上很常见的海带，来各位现在听到看，你们认为哪个海带是好的呀？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种翠绿翠绿的。不行，我在超市见很多这样的。好，刘胜认为第一个那个亮亮，我觉得这个海带是好的。第一个是好的，看到没有？但你这个有可能不新鲜啊，我跟你说，有可能这个是好的。看来用长的方法吃这个是好的，这绝对是好的。选这个的。站我后边，对，好，站刘胜后面。选这个的。现在汉文很孤独啊，汉文选这个，然后欣欣选这个是吗？对，我选这大牌的，选大牌的，是吧？我不选这个，依据平时的挑选习惯，帮帮团分别选择了黄褐色和翠绿色的海带。那么他们的选择正确吗？何种颜色的海带才是好的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告诉你。在做实验之前跟我们说说，如果海带被染色了，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吗？如果说海带被染色了的话，现在更多的使用是硫酸铜。硫酸铜？硫酸铜硫酸铜染色。使这个海带
表现出了一种翠绿翠绿的颜色啊。这样的物质如果进我们身体的话，对于我们的消化道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就是要来测出它有没有含硫酸铜，是不是？对，来，您的实验，因为硫酸铜有一定的啊危害性，所以说我们做的时候先戴着手套。哇啊！哎，你说如果老师拿手都怕沾它的话，如果吃到我们肠胃当中，多严重！汉文刚才可是直接把它吃了。如果老师测出这个有问题了，汉文你就洗胃好了。老师，我还请你到，如果那里真有，你告诉我没有。咱们用实验来说明吧。好。好，我们取一部分海带。哇，这颜色很翠绿的啊。哇，这是一个了。好，另外从这里边再拿几个。我这个看它这泡它的水就已经有点问题，有点颜色了是吧？所以大家也怀疑它可能被染过色，被染过色，就做过手脚。第三个就是颜色不是特别好看的，对，我选的。但是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应该是比较安全的是吧？对，咱们实验一下。好，三个样本也做好了，对，咱们放一些温水，稍微的泡一下。泡就能把硫酸铜泡出来啊？它会有，如果它含有的话，它会有一温水就会对，温水就会让它有一部分的析出。哦，大概泡多长时间就能够看出效果了呢？啊，泡五六分钟就可以。哇，大家看第二个，蓝娃娃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蓝色，对不对？蓝娃娃的，绿色。这个是是您说的那个硫酸铜吗？有颜色的，肯定是做了手脚了。如果是天然的话，它不会形成脱色的现象出现。更关键一个步骤，其实也在家里边也会常有的东西啊，铁丝，干嘛？铁丝干嘛呀？铁丝干嘛？哦，我知道，因为硫酸铜和铁能反应啊，能置换出来硫酸亚铁。看来你知道太多了。我这太有标线，你被比下去了。知道太多了。铁丝很简单的东西啊，咱们稍微在上面削一削。把它的那个外头的那个锈，对吧？啊，就能稍微去一点。大家猜一下，我们放进以后，它会有什么反应？应该会变，应该会变黄色，没反应。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铁的周围肯定会起泡，对，有小泡沫，有起泡了，有变黄色，肯定会发生变化，会吸出铜。来来来来，我们坐起来啊，来，3、2、1，放在里边浸泡一分钟左右，一分钟啊。好，老师，现在这个时间就已经到了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看一下这个铁丝有没有发生变化。哇，有，黑了，有，这个铁丝的这个头的部位啊，已经非常明显的居然变黑了。我把我这边也拿出来了，变化不大，没什么变化。哇，我这边更是没什么变化，但是大家仔细看这一根，拿一张纸巾，我们放在这个纸上面会看得更加的明显。来来，我们跟大家对比的看一下啊，来，中间的这是变化，哇。是个非常的明显，对不对？有变化了。他们请了一个化学反应，铜离子附着在这上面了，就变黑了。我们看到这一个最简便的家庭的一个方法。但我觉得老师您这办法不行。你说我们买人海带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带点温水去先给人泡了，再带点铁丝，再带点铁丝先给人浸了。那我们现场如果我们要挑干海带的话，我们怎么弄？肉眼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是为了真的放心，而且说我食用的放心的话，我建议大家买干海带自行浸泡，这样的话，第一安全是啊，第二还卫生。分辨海带颜色，您不妨试试以下的方法：首先用温水浸泡，如果水的颜色发生改变，这样的海带染色的可能性就很大。其次，您可以找一根铁丝插入泡发的海带中，如果铁丝变黑，即为染色的海带。既然知道海带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挑选优质的海带？我们怎么挑选呢？第一，看颜色。哎，翠绿翠绿的颜色，并不一定是安全的，就不要。但这个看来还行。其实这个也有可能是其他物质进行染色的。哦，比如说孔雀绿。对。如果颜色翠绿的话，就尽量不要选择了。好，第二呢？一定要，我们可以搓一下。如果是新鲜的话，如果是没做过手脚的话，它是有弹性的。你看咱们稍微搓一下，有弹性的。但是做过手脚，如果是硫酸铜的话，很硬。哎，这个特别明显啊，就是我捏的这个像有种丝绸一般的这种软软的、很韧的感觉。这个你还拿手，老师戴着手套，拿手指头。来，我来了。哇，很硬啊。第三。咱们可以搓一下，搓一下，因为这海带，比如说它时间比较长，
它出现了一个腐败的现象，但是它还保持了翠绿的结果。那我们一搓的情况下，它上下层啊就烂了，脱离了，只剩下中间的白的颜色。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咱们也用鼻子来闻一下，新鲜的海带，它有一些海腥味儿，对，但是如果是用其他物质进行发制的话，咱可以闻一下，有一些金属的腥气味儿。挑选鲜海带的方法，一是看颜色，颜色如果呈翠绿色的，尽量不要购买；二是摸手感，如果海带表面质地较硬，说明海带有可能存在问题；第三是闻味道，如果海带有刺鼻的气味，说明是被加工过的。那么我们在挑选干海带的时候又有什么妙招呢？很关键的，如果我们买的是干海带的话，刚才也说到了，海带表面不要有那么多的泥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说到了，上面有很多的白色物质，白色物质是什么？盐，是不是盐？盐，嗯，还有别的吗？还有它表面的应该是有一层保，就是粘液，粘液，对对对。其实这是很好的东西啊，甘露醇，甘啊，它不是盐啊，它是特别好的一种物质，对人体。甘露醇，甘露醇有什么好处呢？甘露醇更多的它用在一些保健品上，而且它可以做到做成一个利尿剂。并且是以很多爱喝酒人的一个很好的帮手，还有解酒解酒的作用。好，那我们在挑海带的时候，第一要看啊，看它有没有这个白色的这个结晶啊。第二呢，第二来看颜色。我们要买的这个如果是干海带的话，颜色是它浅棕黄色的，是啊，颜色稍微暗一点没有关系，因为它是干海带。第二来说，我们要稍微掐一下，如果是干海带的话，相对有一点点弹性。第三点就是要闻一下，闻这海带是不是有淡淡的海腥味儿？大海的味道，大海的味道，这是我们挑选干海带的方法。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老师。所以刚才呢，其实我们揭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食品化妆问题啊。接下来还是跟食品有关，而且它是跟口感有关了。我们的网友提出了问题，一起来看一下。大家好，我是我们苏家的观众。我平时喜欢吃牛肉的，但是我自己做出来的牛肉就是特别硬，我不知道是我自己买的肉不对，还是我自己那些做的方法不对。我想让他师傅先给我支个招呗。牛肉，爱吃牛肉的请举手。我爱吃，我也爱吃。牛肉最好。这朋友这问题的确有代表性，的确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做不出，在饭馆里那牛肉那么嫩劲儿。我觉得这肯定是牛肉的位置有关系，有的地方肯定做出来就特别好。可是也不是，我有一次问一个大厨，他跟我说拿牛的哪个部位，对吧？我买回家，我做出来那个炖的牛肉还是那么柴得很，就好像一个死肉一样的感觉。哎，我跟你说，刘胜啊，这个是你不得其法啊，就说你用的方法不对，你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就是你炒出这个肉可以很嫩。可是我想问问你，李亮啊，这个因为牛身上我们都知道什么牛鳞、牛腩什么的，各种牛上脑，这到底哪个哪儿啊？哎，今天啊，我给带了一个题板，我给大家逐一的讲一讲这个牛的各个部位都是干什么用的。解牛了，来吧！对，来先跟我们说说不同的部位的牛应该适合怎么做。这个呢，今天呢，我就带了一头牛啊。我先问问主持人跟各位啊，就是平常你们在家里，你们都喜欢用什么的位置，牛的位置做什么菜？我喜欢炖牛腩，是吧？牛腩，你做什么？炖汤啊。番茄牛腩。我用牛腱。比如说这个外脊，你们都用来干嘛？不知道它是哪儿。炒菜。那腱子呢？腱子是酱牛肉。酱牛肉好吃。米龙。屁股，这个是用来干嘛的？不知道。屁股涮火锅的，炒菜的。这个我们有的说对，有的说的不对。你看这个牛的，首先咱们说上脑，生吃的，涮火锅的，上脑这个位置一般咱们都干嘛？烧烤，对吧？烧烤，因为上脑是它肥肉跟那个瘦肉都长在一起的啊，梅花肉是不是？对，梅花肉。然后首先看啊，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里脊，里脊分三层啊，首先是。眼肉，哎，眼肉。其次是外脊，再其次是里脊。这个位置的肉呢，就是比较牛肉比较精华的了。按西餐来说，一般都煎。牛排。像这个外脊呢，也是适合煎扒。为什么它叫 A 眼肉啊？就说这个位置靠近上脑，油的，接近于肥瘦相间，比较优质的这个肉。然后呢，这个外脊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是瘦肉纤维比较粗一些啊，也是里脊，也是。在所有的牛肉当中算是比较嫩的啊。其次呢，咱们看这个牛腩，对，牛肚肚，对，跟这个牛肩肉，
啊，还有这个牛臀肉这个位置，平常呢我们就适合炖，还有烧，它有点肥嘛。和尚头的位置就是什么呀？就是咱们所谓的大腿的这个上大腿的这块肌肉啊，也是这个腱肌腱比较多的地儿，也跟这个牛腱一样，适合酱牛肉、炖着吃都可以。今天我带来的这道菜呢，就是整个牛里边这个的位置。里脊，这炒着吃。里脊我们都知道，不管猪啊还是什么，都是炒着吃。你这么说那就好办了，就是说怎么嫩，哎，我们就挑牛里肉最嫩的部位，我们来做就行了嘛。这可真不是，牛里脊肉啊也分人炒。比如我炒就肯定算嫩，你炒就炒不嫩。这么打个比方吧，今天我带来我炒好的两份里脊肉，一个是我用普通方法炒的，一个是呢我经过我的一些小秘制加工的，是吧？我不信。尝一尝好不好？来来来，哎呀，你们两个男士去吃吧。你们尝一尝，说哪一个是普通方法，哪个是秘制加工的啊？刘胜跟唐飞，你们俩先挑一下，看你们俩哪个挑哪个。从外观上面看吗？我要吃这个。你让开。吃哪个？我吃了再告诉你吗？口感有什么区别？就是你们选定哪个，就只能吃哪个。这个有点像烤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汉文，我相信你。咋说我也是你妈徒弟啊。他们两个猴皮筋儿，汉文，你们尝尝怎么样？真费劲儿，这咬不动。汉文，我尝尝这，好嫩啊！啊，我拿一块这个肉啊，来，汉文，你举这个盘子，大家看，我用切一下啊，用筷子。哎呀，很难很难把这弄开，对吧？牛肉干吗？是牛肉干吧？来，你再看我这块，我拿一块这块肉啊，嗯，然后我再拿这个，哎。对呀、啊，口感差别非常的明显，完全不一样。原料相同的里脊肉，为何做出完全不同的口感？节目现场，李亮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妙招，让牛肉如此鲜嫩润滑？赶快跟我们的节目来学学吧。我下面呢就介绍给大家这个方法。首先，同样的部位的牛到底有什么妙招？首先呢，里脊，咱们选用这个牛里脊。哎，啊，咱们先给这个牛里脊进行一个初步的加工处理。嗯，首先咱们要切了。哎，在这个切上，首先就是非常有讲究的，逆着，是吗？咱们讲究，在我们这个专业的厨师的行话里，有一个叫横切牛羊，说的就是一定要这个牛肉一定要逆着它的纹理切啊，因为它的纤维比较粗一些，这样的话才好咬，是不是？对，没错。首先呢，你看啊，咱们先把它哎给它，我们看一下这个哎劈开，牛的纹理是这么长的，是不是？那我们就横着切它，是不是？对。咱们在切这个牛肉的时候呢，也要讲究啊，不要过于薄，也不要过于厚，大概1公分左右。嗯，咱们切成片。哇，如果是说我们竖着切的话，口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竖着切的话，就是做出来什么效果？就是塞牙。啊，哦，纤维没断。所以你的妙招就是这个牛肉切法，是不是？对，这个切只不过是其中的第一步，处理的方法的其中一个，就是使这个肉会相对来说吃起来会比较嫩，好咬一点啊。哎，其次啊，就该咱们腌这个肉了。嗯，这个腌这个肉的呢，也有个讲究。嗯，今天我腌这肉啊，带了3种东西。一种东西呢是给这个肉去腥，第二种东西呢是给这个肉就是让它特别嫩。哎呦，第三种东西是让这个肉特别的香。来，我尝一下。来，你们我也想来吃。来，两位，来，汉文跟那个谁，你们俩先挑一杯。能都能喝是不是？我看到有一个甚至像是茶水。啊，这个有一个能喝吗？关键是给我这个是茶水对不对？嗯。哎，刘胜，这个好喝哎，这可好喝了。什么玩意儿啊？这什么呀？这是花椒水。哎呀，这个呢就是去牛肉的腥味儿。这个呢，酸甜酸甜的。这果真吗？这是真的。这是柠檬精啊，柠檬水之类的水。不是。哎，怎么样？这是什么？一根果香味。哦，我知道了。你卖关子了。菠萝水闻出来了。干嘛用的呢？什么呢？因为这个菠萝水里边含大量丰富的蛋白酶，哎，这个蛋白酶呢可以分解肉的蛋白质。我知道嫩肉粉好像就是菠萝里面提取的，菠萝里面提取的，就是我们吃完菠萝以后觉得嘴里有种涩涩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酶在溶解我。我来，这个更来干了吧？干了，茶水是不是？啤酒啊，啤酒。让牛肉变嫩，原来需要掌握3个秘诀，分别是花椒水、菠萝汁和啤酒。那么知道了这3种配料，在操作上还有何讲究呢？首先呢，咱们先放一点花椒水，给它抓一抓。先放花椒水啊！哎，这个就有点那种红椒牛肉的那个味儿了啊。对，这个
往里边放花椒水呢，一个是给这个牛肉呢补充水分，一个是去腥，让它吃起来更嫩。啊，我刚想问说花椒沫行不行？花椒沫不行，花椒沫不行，对。嗯啊，不能加太多，要不然那个就肉就太水了。对，嗯，咱们一定要把这花椒水啊给它抓进去，抓到这个牛肉呢表面微微粘了就可以，就给它做按摩。哎，我觉得你这样做饭，看着那个食材在他手里好像有生命，特舒服。这然后呢，继续咱们放一点这个菠萝汁儿。好，先放花椒水，再放菠萝汁儿。好，菠萝汁儿有一勺，也是抓进去。这个菠萝汁儿就平时拿家里就是切成菠萝丁，然后泡就行了，是吧？没错，没错。我这个菠萝汁就是鲜菠萝榨出来的啊，再给它按摩一下，是吧？然后呢，咱们再放一点刚才说的啤酒。嗯，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啤酒里含那个啤酒的麦芽醇，嗯、对，嗯、也它同样也有嫩化牛肉的效果。关键要抓进去，它是要、哇，对，好。现在你看水都没有了，吸收了，到关键在吸收，是吧？咱们给这个肉。该调调味儿了啊！首先呢，咱们先放一勺的生抽、老抽，啊，老抽，给它上点色，上色。嗯，哎，我说刚才这个牛肉看着没有什么颜色上的变化，但非常的入味儿。那边给你听。对。然后呢，咱们再放点这个什么呢？老抽，海鲜酱油。海鲜酱油，老抽，生多鲜，海鲜酱油。海鲜酱油呢，它是一种复合味的香酱油，对。哎，到了这一步呢，咱们其实这个去腥啊，是刚才我只说了几点，还有一点，来徐瑞哥帮我放一下，是这个也是一种黄色的液体，这是什么呀？闻出来了吗？我闻不出来，我闻闻，鸡汁儿，这个味道有点像水果的味道，这个不会是柠檬吧？芒果，对，应该是柠檬酱吗？好熟悉啊，水果泥，我告诉你们啊。我如果是在家里我腌肉的话，我放葱姜，大家肯定不会喜欢吃，是，所以我放的是姜汁儿啊，姜汁儿，然后再稍稍的点一点盐，少许的盐，嗯，哎，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呀？花椒火焰牛肉，哎呀，花椒火焰牛肉，火焰。最后呢，咱们再放入少许的干淀粉来。为什么要加干淀粉啊？加干淀粉的目的呢，就是我刚才把这个水都打进去了，然后我一定要锁住这个肉的水分啊，吃起来更嫩是吗？我知道这个是挂那个什么叫挂什么挂糊挂糊。但我很奇怪，有的时候我们加水淀粉，有的时候加干淀粉，对，只有什么加？这是要锁水，所以要咱们加水淀粉的什么时候加？就是说在这个原料非常的干的时候，对，咱们一定要加水淀粉，因为我刚才已经打进很多水了，如果再加水淀粉的话，它就水就多了，对，成糊了就得。这会儿呢，雨桐姐再帮我来一点油，明油把它对倒上一点，油再锁一遍是吧？哇，这个呢，咱们给它做一下。哇，油油的，谁声最大，待会儿吃就可以多吃一点。我天哪！大概这个肉腌十分钟就可以，十分钟就可以了啊！我这边给你上火了，好。咱们呢，在家里吃饭都知道，现在讲究那个少油，低盐低油。对，咱们等这个油升温的同时呢，我切一点小料，葱。哇！哎，那这个十字刀法切葱，我先切点豆瓣葱。豆瓣葱，好厉害啊！这个是什么姜呢？豆瓣姜，不是象眼片，对，象眼片。哎，蝴蝶有长呢。耶！我是不是可以多吃两片？师傅说你跟我的时间长着呢，你就别吃了。这个蒜呢，咱们就哎不拍，咱们切一点小的蒜，什么蒜？蒜粒，蒜粒。对。好。什么什么？这会儿呢，咱们这个我觉得牛肉要嫩的话，其实火候也非常的重要啊。没错。对。所以呢，咱们把这个肉呢，就是依次的哎下到锅里。哇。哇。咱们记住啊，这个肉在这个滑到几分煎的时候，咱们煎到八分熟就可以了，因为咱们待会儿还有一个炒制的过程。你看现在这个肉在那个锅里看起来都非常鲜嫩的颤抖啊，哎，咱们八分熟了啊，先放这里，好香啊，这不要紧，因为咱们待会儿还得好放油。哎，现在已经出来那个香味了，对不对？可以吃了。好，现在凉油下入这个蒜粒，把我们的白玉蒜放进去。这个蒜啊，咱们要就是炸到什么程度，就是表面微微发黄，炸成黄金蒜。黄金蒜、白玉蒜变黄金蒜就可以了，升级了。微微发黄之后呢，咱们要下入这个姜啊，这个姜呢，咱们也得稍微把它煸的稍微干一些，让它姜的香味充分的出来。嗯，然后咱们把葱花下入。葱花下入。下葱花，干辣椒，干辣椒，这么多干辣椒，
接着呢，我们要用到新鲜的麻椒。哎，这个在北方能买得到吗？能买得到，现在有真空包装的，超市跟农贸市场都有真空包装的。啊，咱们下去。先炒出它的麻辣的香味。太香了，麻辣麻辣呀！哇！这会儿呢，咱们下入这个牛柳。我沦陷了。我这个火焰其实就是那个辣椒的意思，是不是？还不是啊？还不是。哎。我好淡然啊，感觉摔着你们。大概炒到什么程度呢？哎，大概呢，咱们把这个牛柳刚才不是八成熟吗？哎，炒到成熟就可以。好，现在关火。你这火焰是什么呀？哎，火焰别着急，火焰在哪里呀？火焰在哪里？这个时候一定要等到最后火焰来到的时候。哎呀！哎呀！讲究人呀！讲究上用。哎呀！哇！来，什么呀？点火准备，火焰啊！火焰！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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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上菜！花椒火焰牛肉做法，里脊肉洗净切片，加入少许花椒水、姜汁、菠萝汁、啤酒、酱油、盐、淀粉腌制十分钟，然后将腌制好的牛肉放入油锅中煸炒后捞出，再将葱、姜、蒜、干辣椒、青花椒放入锅中煸香，倒入牛肉进行翻炒，最后淋入少许白酒点燃即可，这样美味鲜嫩滑口的花椒火焰牛肉就出锅了。什么味儿？什么味儿？说味道怎么样啊？嫩不嫩？好嫩好嫩，就跟鸡肉一样，就跟那个鸡腿肉似的。嗯，看来亮亮的这个办法真的是已经帮到了大家。啊，我们帮助观众呢，也解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希望大家有问题给我们提出来，任何问题我们这儿会想办法帮您来解决的。哎，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或官方微信，提出你的问题，问题一经采纳的话，将获得100积分。如果说累积积分的话，将会获得我们的蓝帮大礼包。对，不要。